我们知道布拉姆斯他是浪漫乐派的作曲家，1833年出生德国。在浪漫乐派里面呢，德国出现了一口气出现了很多的音乐家，舒曼、门德颂、华格纳等等之类的。好，那这个布拉姆斯呢，他有一个恩师就是舒曼。他这个恩师呢，在1856年过世的时候，他那时候就在想要写一个安魂曲。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几首有名的安魂曲，莫扎特他写了一个安魂曲，还没写完就过世了，所以有人就说莫扎特那首安魂曲是不是为他自己写的呢？后来呢，是由他的朋友跟他的学生把它完成的。另外一首有名的安魂曲呢，是意大利的作曲家威尔第写的一首安魂曲。那接下来呢，就是布拉姆斯的这首德意志安魂曲。大部分的安魂曲呢，都是用拉丁文来写作，所以它是属于天主教的那个歌词里面的。但是这一首呢，布拉姆斯它叫做德意志安魂曲。那有人是说不对不对，那不应该叫做德意志安魂曲，真正的意思应该是说用德文写的安魂曲。所以这首乐曲呢是德文。那通常我们演唱的版本有两种，英文跟德文。今天晚上台北 YMCA 圣约合唱团非常勇敢唱德文。布拉姆斯呢，他后来刚开始是恩师过世嘛，对不对？因为恩师提拔他，在他17岁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个布拉姆斯很有才华，所以呢就一直给他上课培养他。那他过世的时候就开始想说，我是不是要写一个安魂曲？真正开始下笔写的时候是1865年，他的母亲过世的时候，他就开始真的好好下定决心要写一首安魂曲。我们知道作曲家要开始写曲子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像小说家开始要写东西，他一定要有一个构想。所以呢，他花了3年的时间就把完整的安魂曲写完了。那事实上他第一次发表的时候呢，是写了6个乐章，就是有6个大的段落。后来发表首演完以后，他又写了一个，就是后来的第5乐章。这个第5乐章呢是用女高音来演唱，特别特别的纪念他的母亲，所以呢后来就变了7个乐章。各位，如果你们要听7个乐章，就要6月21号在国家音乐厅才听得到我们唱7个乐章。今天呢，我们是选择比较精彩的一些片段。这首用德文的安魂曲，好 ，Deutsche， 它是德文安魂曲。那我们知道德国那时候有新教马丁路德，对不对？那所以这首的安魂曲是完完全全用圣经上的经文写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首安魂曲应该是属于基督教的安魂曲，因为很多很多的圣经的那个经文都在里面。我们今天所唱的里面呢，就有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有诗篇的经文，待会儿在 PPT 上面各位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首安魂曲伟大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用了圣经新约旧约许许多多的经文写出来的。好，那这首曲子还有一个很伟大的地方是布拉姆斯呢，他用了非常严谨的赋格的作曲法。赋格就是有一个主题，然后呢出现在各个不一样的音程上面。如果它都是一样的，就是卡农。你们知道卡农对不对？卡农就是一个一样的调，大家反复着唱。但是呢，赋格曲不是，它是一个旋律在不同的音程上出现它主题的旋律，还有副题的旋律，所以呢，那就很难唱。非常难唱。那这个布拉姆斯呢，又是浪漫乐派德国的作曲家，他用了非常德国很精粹的一些作曲手法在里面。所以呢，今天晚上各位在欣赏的时候，我教大家怎么听，眼睛看歌词，不要看团员，眼睛看歌词，然后耳朵听声音，然后偶尔闭着眼睛去享受一下
到底布拉姆斯在这个音乐里面他隐藏了些什么，非常的丰富，我常常都说比那个佛跳墙还丰富，它里面很多料。但是你要仔细的听，如果你的心没有办法仔细的听，你就会觉得啊，怎么会这么吵呢？事实上不是，它里面有很多的线条跟旋律在里面的。那你的眼睛可以仔细看它用了什么样子的歌词。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今晚上带来三首，第二首跟第三首的部分，还有第六首的部分。这首乐曲呢，它是写给男中音，刚开始说它只有写给男中音，后来又补上了女高音，所以6月21号在国家音乐厅就会出现了男中音林中光老师，还有女高音林星星老师，他们一起会跟我们一起演唱。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听合唱版本，谢谢大家。